我们夏季种植蔬菜，种植西瓜、甜瓜，最好不要盖地膜啊！为什么呢？哈，第一个呢，哈，我们根部的温度呢，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啊，这个温度，你盖了地膜之后呢，根部温度过高啊，能够烂根、伤根，哎，根腐病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哈，如果你不盖地膜的话，我们浇完水之后，土壤潮湿，然后呢，造成空间湿度大啊，夏天温度高，需要一个高湿环境啊。如果你盖了地膜之后呢，湿度小啊。像我们种黄瓜吧，哈，如果是一落味的话，盖着土，黄瓜呢啊容易发乌，品质不行。那你非要盖地膜的话，什么时候盖呢啊？就落味之前，落味之前你盖地膜就行了。